各位早晨，我是赖君瑞。运输署话，港铁上水站附近嘅信号系统复修工作已经完成，东铁线列车服务今朝回复正常。在港铁九龙塘站，朝早翻工，繁忙时间多人，往金钟大约四分钟就有一班列车。港铁东铁线上水站往罗湖落马洲方向之间，寻日清晨开始因为信号故障服务受阻，在繁忙时间最长要15分钟一班车。港铁话，工程人员昨日凌晨飞行车时间期间，在上水站往罗湖落马洲方向的轨道上更换一个信号系统组件，由于更换之后未能够完成调校，昨晚收车之后继续调校相关的组件。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天气恶劣，今日原定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到广州南的高速铁路列车更改为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和深圳北。受影响的车次 G6510 车次、G6511 车次，始发站更改为深圳北。另外亦都有车次取消，包括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 G6527 车次、G6515 车次、G6529 车次、G6535 车次，而前往广州南的就有 G6528 车次、G6516 车次、G6530 车次、G6536 车次。去年受到世纪暴雨冲击的南区大浪湾村事后进行改善工程，近日本港出现暴雨，村长话没有出现水浸，但是部分地区仍然是有隐忧。发展局话会进一步清除大浪湾村溪流上游沙石的工程。邓慧珍是南区的大浪湾村村长。今个星期二，天文台发出黄色暴雨警告，邓慧珍特别关注呢一度。它完全個底下是沖曬啲泥沙走，行起上嚟是震的。去年九月初的世紀暴雨，大浪灣村是重災區，渠道全部都被沖散，還有路被沖空。南區民政事務處在二月開始進行河道臨時工程，由呢度開始一路清理到落去下面我哋個停車場嗰個村口嗰度，好乾淨，闊咗好多咯。以前呢度好多石頭噶。村长话，其他部门亦都有进行防洪嘅工程。对于黄雨嗰日冇出现水浸，觉得安心。但佢表示，河溪仍然有未清理嘅沙石，担心雨季嚟到会有淤湿嘅风险。中间呢啲石系上面暴雨中冲落嚟嘅，咁而家希望佢哋可以谂办法帮我哋搬走呢几嚿石啦。民政处话会向其他部门反映，因为有啲石头你睇落去会唔会系阻到河道呢？但其实如果你搬走咗咧，亦都有机会令嗰個兩邊咧係冇咁穩固嘅，可能會更加多即係有鬆脱嘅情況咧，咁反而係會影響咗河道。咁有啲工程係唔可以做咧，呢、這個我會第一時間同有關部門去跟進一下。有議員表示，政府部門要注重協調工作，協作咧同埋溝通係重要嘅。如果唔係咧，即係好似過往即係好多市民批評咧，各自為政。咁你做咗嗰樣嘢，唔係解決個問題喎，你解決局部嘅問題。讲我疏导咗呢度，但系头尾嗰度你冇理啦，但系佢疏唔到嘛，个疏水有问题，咁你都要做晒噶嘛呢方面。谢伟全亦都建议政府审视其他可能受极端天气影响嘅地方，做好防洪防灾工作。无线电视记者杨桂兴报道。一个司机怀疑被留后的货柜车压死，消息说途人事发之后大约四个钟才发现，警方初步相信死者是货柜车司机。事发之后，多名警察上货柜车调查，又向附近的人了解。警方说挨晚大约6:30接报，一个67岁男司机在天水围凤岗村被一架留后货柜车的拖架压住，一度被困，救出之后当场证实死亡，相信他就是那架货柜车的司机。消息说经过调查，男司机下午2:00泊好货柜车之后落车，但是随后又折返，挞着架车并且走到车尾位置。由于现场有暗车，货柜车留后，司机夹在车和铁架中间几个钟，
據了解，警方將會調查點解司機突然揸著架車，同埋有冇機件故障。咁呢一個咁嘅動作咧，就係話其實佢想睇一睇車尾嘅位置咧，佢仲有幾多位，係唔係咧？因為佢著翻車一定有佢用意啦，嚇、啊，即係著翻車，即係架車唔係停咗喺度啦，可能咧再會向前，或者係再會褪後一啲。佢認為職業車司機一般都非常熟悉車嘅運作，今次嘅情況比較罕見。佢哋會好小心，特別咧係上坡落坡啊，或者呢個地方佢係比較陌生一啲嘅，咁所以咧有機會咧，就係嗰個停車之後咧，有時有掉以輕心咗。當然我唔排除可能冇拉到手掣，或者拉咗手掣之後，嗰、那個手掣咧可能有失靈嘅機會。李耀培提醒要安全停車，要做齊適時拉手掣同埋入波三個步驟。例如今次斜路係向上斜，就要入前波，就算手掣失靈都唔易發生意外。無線電視記者梁永祥報導。政府着力推动先进制造业和协助传统产业升级转型。新任工业专员郭明话，正系积极配对业界和院校，研发更多新技术和材料。目标是2032年将制造业占香港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5%。呢间专门生产保安镜头的公司，去年7月将厂房搬去将军澳，获政府资助700万买入机械化自动设备，进行组装合成工序。人手由38个人减至11个人，产能提高了1.5倍。创新科技及工业局早前成立新型工业发展办公室。上任2个月的工业专员郭明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正积极收集商界的技术需求，制作清单交给院校研发，加快产业升级转型。没有职能的产业，只有职能的企业。以前他是帮手表的生产的玻璃表壳，跟着他现在生产 iPhone 的 touchscreen 的表壳，可以用现代的技术方案，包括 IoT 啦，包括人工智能啊、机器人等等等等数据化的方法咧，我可以将佢效率咧都提升。呢样咧，佢一件衫咧就从以前嘅20蚊，我而家可以卖到2000蚊或者系1500蚊，咁咧呢个都系一种升级转型。为了解决企业的资金需要，今年预算案推出100亿的新型工业加速计划，资助企业转用人工智能等技术。郭明话会优化申请程序。而新型工业办定下多项绩效指标，在5至8年内吸引50至100间企业在香港设立新生产设施。中期目标就是2032年制造业占香港的生产总值比重由1%增至5%。有哪些挑战呢？最大的其实现在可以讲是人才。如果发展新型工业化，我们不只是要研究人才，我哋都需要大量嘅工程师同埋技术工人。土地方面咧，我哋而家係相对比较缺少，因为香港始终係地少嘅地方嘛。亦真係因为咁，河套地区包括未来新田工业城、创科城啊，对我哋嗰个创科发展咧係非常之重要。郭明又話：未來會同投資推廣署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等分工合作，主動洽談企業嚟香港設立生產線，亦都會制定更多政策鼓勵相關初創發展。無線電視記者陳俊康報導。生產力促進局話，將會由5方面推動本港提升新質生產力，重點設立智能微工廠，透過科技節省作業空間同人手。以前做一件叫做毛衫啊，系织出嚟噶嘛，但系而家用新嘅科技、新嘅机器嚟讲咧，有一部分嘅毛衫，我哋系有办法咧，成件衫由头织到尾嘅。以前就系要管1部机，而家个工人可能管紧20部机、30部机，浪费少咗啦。我哋将个质量因为机械化会再去提升啦。我哋可以見到一個因地制宜啦，一個細嘅地方，我哋仍然能夠用機械自動化，能夠香港做到。生產力促進局獲政府資助4500萬設立技術與創新支持中心，去年年初啟用，
提供专利检索分析和培训，并设立生产力学院、新质生产力展馆、人工智能展馆等等，加强人才培训和宣传教育。信报社评，继众议院开绿灯之后，美国参议院星期二再以压倒性的多数票通过援助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等的法案。总统拜登亦都随即挥笔签署惩罚。华府更加马上向乌克兰发放新一笔为数达到10亿美元的军援，当中包括导弹系统。美国早前已经秘密向乌克兰提供远程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射程可达300公里，一旦用来攻击俄罗斯境内目标，说不定会触发战争升级，甚至将北约卷入其中。北约和俄罗斯正面交锋的可能性与日俱增。明报社评，美国国会两院先后通过涉款近1000亿美元的一篮子涉外法案包，落实对乌克兰、以色列和台北当局的援助，以及强制短片分享平台 TikTok 卖盘。总统拜登签署法案生效，参众两院今次通过的一篮子法案，再一次凸显反华是美国政界最大的共识，亦都是促成两党妥协的润滑剂。俄乌杀戮战场，加沙烽烟四起，台海局势紧张，华府声称一篮子法案令世界更安全，实际是为各地的冲突对抗火上加油，但求维护美国霸权。中东和欧洲战争停不了，和平曙光不知何时才能来临。欢迎收看《中华掠影》。深圳规模最大庙会活动西乡北帝三月三庙会，2022年入选广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庙会大巡游是最热闹的环节，一起去感受一下。麒麟狮队、英歌舞、舞龙，历嚟最多一共106支具传统特色民间巡游队伍齐集西乡北帝古庙。我们的狮子是主要是以武术为特点，威猛刚劲，展现我们的中国传统文化锦囊特色。观众无语前嚟，特别热闹，风雨无阻，大家的热情很高啊！非常好啊，有热闹啊，当然啊，我来嚟大家一齐共同享受呢个庙会嘅快乐。相传农历三月初三是北帝诞辰日。庙会活动已经有近500年历史，今次分主会场和分会场，俾观众感受当地风土人情和文化底蕴。无线电视记者陈宇桥报道。广州文化馆广绣园近日举办山西非遗文化展览，一起去睇下。古代戏服、布艺、粮食画，还有这一座纯手工制作共152座斗拱的边正楼模型。这种民居的营造技艺呢，是作为国家非常遗产重要组成的，那么特别在雁北地区、晋北地区使用非常广泛。这些恩州剪纸是透过人工智能制作，探索非遗传承新路径。就是把手艺人的照片让电脑去学习，学习完以后它会生成一些图片。具体的话，如果你画一张图，你无论画得多快，你都只能一张一张的画，这样的话它就会批量的生产。现场仲可以欣赏山西民歌，见识高难度民间摔跤闹洋菜。就是强身健体，也是可以当一种防身术，加强力量，全身的力量素质。展览会到5月中，无线电视记者彭建华报道。呢节中华掠影报道完。
哇！咁啊，港股咧就连升三日咧，琴日去到17,200二收啊嘛，帮我逐步嚟吓，咁就开估下咧，港股点样走？咁啊，外围要先睇啦，系咪？因为琴晚咧个美国国债嘅息率咧都系上升嘅，都系高企喺咧4.6%嘅水平啦，十年期嘅美国债息。咁啊，通常咧个美国债息一高咧，即系背后就大家担心，咦，通胀嘅情况系点样咧？咁大家当然都睇实咧，星期五咧，即系美国会公布咧，即系联储局好关心嘅通胀数据 PCE， 咁但系咧就担心定先啦。咁啊，琴晚咧个美股咧就算是个别发展的，个道指咧就系跌咗40多点收啦，咁啊纳指咧就系即系升咗16点，咁啊睇表面嚟讲咧升跌唔大啦，但系反为咧真系要留意乜嘢咧，就系嗰个 Meta 啊，即系其中一只咧，我哋话美股七雄当中嘅 Meta， 即系 Facebook 嘅母公司啦，一个业绩嗰度咧虽然咧就 OK 嘅，但系咧佢个展望咧对于今季业务嘅展望系差，所以留意咧个盘后嘅股价咧 Meta 咧系急跌成15%啦，咁所以咧见到个美股期货咧走势先行偏远。少少擔心咧，就影響到今日港股表現。温馨提示咧，其實今日都有數據嘅，就是、美國會公布咧，就呢、是、個 GDP 數據，咁啊市場咧都係會即係參考咧呢個經濟嘅展望係點樣，對息口咧都有啟示啊嘛。好啦，講咁多之後咧，睇睇恆生指數啦。嗱，我哋都講啦，就升咗三日之後咧，今朝早係稍為回軟嘅，咁啊唔使咁擔心。咁啊輕微咧低開57点，開市嗰下咧企到17,100嘅，17,144咧就係開市位。大家要留意，喂，上星期五咧港股嘅低位就16点啊嘛，去到琴日收市17,200，即系由低位计咧嘅恒生指数三爬两拨啊，可以咁形容咧，就上到去17,000点嘅楼上。咁啊，今朝早而家最新咧跳跳下咧，只系微跌36点，都算系稳阵。咁啊，17,166点，今朝早咧有啲重磅股低开嘅，包括腾讯啦、京东咧低开1%，但系咧就系只20号商通复牌之后咧，股价就再度急升嘅。转头再讲啦，成交补充下先，目前咧有57亿几。咁啊，睇埋个期货走势啦，4月份咧都系17,100水平，咁啊跌紧咧103点，咁啊内地股市都补充下，咁啊上证咧又跌翻啦，咁啊低开0.2%，深证成分指数咧低开0.5%，不过内地咧都炒咗有啲股份啦，譬如体育用品股啊、汽车股里边嘅长城汽车咧，咁啊 A 股咧就显著做好嘅，咁我哋补充埋个期指成交先，系深急讲嘅股份，阵间再会补充噶嘛，咁啊总成交个期指啊去到17,000几张啦。好啦，咁啊股份咧，梗系即刻補報啦。咁啊見到騰訊排第一位，股價跌5.8%，咁啊跌幅咧超過1%，338.4%。咁啊友邦靠穩嘅，咁啊商湯咧就見到股價咧喺復牌之後咧升成10%咁多。咁啊剛才咧高開又唔止呢個數喎，高開17%，而家就升幅稍為收窄。咁啊剛才去到9.几毫子啦，咁啊去到咧就大概係100天線嘅樓上，但係暫時見到有啲阻力嚇。咁啊美團排第四位，股價跌2蚊，阿里巴巴跌2.5毫，去到72.25。咁啊 ATM 當中咧都係。阿里巴巴仲系相对落后嘅，咁啊睇睇六至十位点样啦，咁啊包括长城汽车啦，嗱见到股价咧 H 股都有反应啊，咁啊升成8%，12.12，咁啊港交所业绩之后咧，琴日股价向好，咁啊股价最新再升多2%，平保升2毫子，京东跌5毫，咁啊京东咧系一睇都话低开1%，暂时都系偏软，快手跌1蚊嘅。好啦，咪報咗咁多新經濟股，睇埋恒生科技指數啦，最新跌36点。咁科技股焦點咧，梗係走唔開頭先提到嘅商湯啦，因為佢琴日咧夾高超過30%之後咧，突然間停一排啊嘛。後尾發公告啊，就話除咗業務更新之外咧，就唔清楚咧股價同埋交易量唔尋常波動嘅原因。咁當然大家知道咧，佢嘅業務更新就乜嘢咧？喺星期二啊，上海嘅交流活動當中咧，就集團提到係推出咗大模型日日新5.0嘅版本，咁啊提到呢、這個。AI 大模型咧，話好多方面啊，嚇都係咧，即係起碼同咧呢個 ChatGPT 4嘅 Turbo 版本咧係平手，甚至超越咗對方啊！咁大家知道咧 ，ChatGPT 咧就喺 OpenAI 嚇外圍呢一個咧 AI 大模型好出名啦嚇，佢話咧自己有啲功能仲勁過咧呢個 ChatGPT 4嘅 Turbo 版本。咁啊，相當股價咧，當然最新股價都係做好嘅，不過就比頭先提到啦，就係升幅係稍為收窄啦。咁啊，最新升咗咧係7%，做緊8.6%。咁啊，其他望落去咧。暫時咧就係嗰啲新經濟股咧個別發展，留意快手啦，連續兩日急升，咁啊琴日咧錄得咧北水嘅流入咧係超過4亿嘅淨流入嘅，咁啊股價當然暫時又調翻轉回吐，咁跌咗咧超過1%。咁啊睇用品股咧，睇到提 A 股今日做得唔錯嘅開市嗰下，咁啊多隻咧當然 H 股咧都係連日上升，咁啊其中李寧安踏咧都係連升3日，咁啊招銀國際發表報告提到李寧咧就唔係佢哋首選啦，但都要認同嘅李寧咧個銷售增長同埋毛利率改善，叫買入咧呢個李寧目標價睇22蚊樓上，咁雖然咧有招銀國際唱好啦，咁但係李寧調翻轉回吐啊，咁啊跌緊1.8毫，咁啊琴日咧匯豐都發表報告提到今年首季各大嘅內地體育用品品牌咧其實
銷售啊、賣嘢方面咧都係達標嘅。咁但係當然講到尾啊，而家呢一個股價走勢多數都係偏軟嘅。講唔多咁多啦，我哋下晝再傾啦。大家好，我是周海欣。内地铁路德委通报，由于天气恶劣，今日原定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和广州南的高速铁路列车更改为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和深圳北。受影响的车次 G6510 车次、 G6511 车次始发站更改为深圳北。另外亦都有车次取消，包括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 G6527 车次、G6515 车次、G6529 车次、G6535 车次，而前往广州南的就有 G6528 车次、G6516 车次、G6530 车次、G6536 车次。运输署话，港铁上水站附近的信号系统复修工程已经系完成，东铁线列车服务今朝回复正常。在港鐵九龍塘站，朝早翻工繁忙時間多人，往金鐘大約四分鐘就有一班列車。港鐵東鐵線上水站往羅湖、落馬洲方向之間，昨日清晨起，因為信號故障服務受阻，在繁忙時間最長要15分鐘一班車。港鐵話，工程人員昨日凌晨飛行車時間期間，在上水站往羅湖、落馬洲方向軌道上更換一個信號系統組件。由於更換之後未能夠完成調校，昨晚收車之後繼續調校相關的組件。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控違反港區國安法案續審，重返證人陳子華作供話，黎智英曾經教導怎樣知道外國政府的諗法。而黎智英被捕之後，團隊難有海外政治人物推動制裁。審訊踏入第65日，重返證人陳子華繼續接受控方提問。陳子華供稱，2020年港區國安法生效後，李宇軒曾經在聯合國曝光，以及前往美國，以及高調地舉辦監選團。重光團隊內部認為李宇軒有被捕風險，陳子華應該接手他的人脈。陈子华在同年6月至7月起加入重光团队的美国线，成员每个星期向 Mark Simon 报告，当时请了美国政治顾问公司，希望接触美国时任副总统彭斯、民主党官员或者台底人，以及政策评论员，提供对香港比较负面的描述，推动制裁或经济封锁措施。2020年7月起，泛民参选立法会，多人陆续遭到取消资格。陈子华在8月希望接触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的台底人 Alan Brinker， 确定美国政府会不会对此采取强硬态度，又说黎智英曾经教导要知道外国政府的想法，以及要同一些台底人建立关系。同月黎智英被捕， Mark Simon 认为是好事，能够令更多人关注，但陈子华形容是沉重打击。他发信息给李宇轩，引述 Mark Simon 说，一些商人和政客正同黎智英断绝联系，撇清关系，形容当时很困难。陈子华感觉好像树倒猢狲散，解释没有黎智英的话，就没可能再知道美国政府内部消息，亦都没有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政治人物，难统一国际线目标推动制裁。李宇轩亦都在同日被捕，重光团队之后安排蓝筹巴留祖迪继续美国线的工作，去到当地不同大学巡回演讲。无线电视记者叶子华报道。星岛日报社论，港交所再有新人事变动，继陈奕婷上个月出任行政总裁之后，董事会昨日已决委任非执行董事唐家成接替退休的史美伦出任主席，听日生效，是港交所第一次有两个高管同时间逆税。在当前港股持续低迷之下，投资者期望新人事能够为香港金融市场带来新气象，推出新措施提升市场的流动性，并优化新股定价机制，吸引更多海内外的资金来港。
鞏固以及提升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期望在新人士的帶領之下迎難而上，專注做好力所能及的事，積極把握機遇，提升港股的競爭力。文匯報社評，審計署發表新一份報告指出，十一間政府牙科診所的派籌數目由2014-2015年度大約每年40,000個減至2018-2019至2022-2023年度每年20,000多個，不少市民提早7個小時輪候牙科派籌，本港牙醫嚴重不足，服務供不應求，政府有必要考慮允許合資格的非本地培訓牙科生在本港的公營醫療機構服務，並允許他們服務一定年期之後取得執業資格，增加海外牙科生來港的誘因。轉頭回來有另一節新聞。